其实艺术是我解压的一个方式。我画那一个的时候，其实我是没有想到要整个最后的构图要最后形成什么的。当时我只是想画一个海天一色，然后其实就在发泄，可能就是我的心情，就是平常工作比较压力嘛。我画画的时候，就是我其实都画那个自然的，可能自然环境的一些东西，大海啊、山啊、树啊之类的，然后可能比较有一点禅意，就发泄完了，然后就在构图上面找出可以就是加强它的一个区块，所以这幅其实是就是海跟天画出来了过后，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可以画一个那个唐玄奘取经嘛，《西游记》，但是《西游记》真正唐玄奘取经只有一个徒弟，所以就画了这个感觉。